玄电的兄弟啊，我们财神殿的兄弟，我们罗天王兄弟，我们青天社的兄弟，辛苦了，安排个小姐姐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在神明来之前，在小法要忙之前，我们安排个小姐姐让大家看一下，让我们欢迎，可以吗？让我们可以吗 ？OK 了哈，让我们来自台中最狠的辣妹团体，让我们欢迎。